怎么样，索菲？有把握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你负责这一面。好。队长，怎么了？这个距离100米吧，最好。鬼子的狙击手会在哪些位置？会在高处，那几个窗口，还有那个拐角。放心，只要他露头，保证在我该射程内。好。吉米，哎呀，队长，我这刚睡了一会儿，还做了个梦。你这情况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这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说的是8点，快了，那我过去了。队长，小心。
呢？啊！抗日特遣队杀了池河的连队长，劫走了一辆军车，闯了检查站，向南平城方向开来。马上组织拦截！马上组织拦截！好，大家就在这休息一下吧。艾丽，给梅处长发报，汇报我们的行踪。是。队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这不是要进南平城的吗？是啊。那咱还大张旗鼓的过来，那岂不让鬼子都知道了？你说的对。我们不但让鬼子知道，还要让其他的人知道，特遣队已经进了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不悄悄的呢？悄悄的，谁还知道我们要进南平城呢？我知道了，这消息一旦公开啊，这武工队的余队长他们就知道我们在哪了，这样就能和咱们取得联系了。那余队长要是不来找我们呢？哎呀，他肯定会来的。为什么？有林队长在啊，他能不来吗？吉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那个，你们是老朋友了吗？对吧？那个，我们也是老朋友了，咱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啊，对吧？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不错吧？哼，就你嘴贫。出座。报告出座，特遣队已到南平城外。告诉他们想办法和武工队取得联系。是，快去。队长，梅处长回电，让我们尽快联系上武工队。哎，可是这武工队他们在哪儿呢？没有，两位用点什么呀？关厅长到了吗？到了到了，在楼上等候二位呢。楼上请。来，请。哎，请。来，请。王军官，两位是武工队的吗？对，这是我们余刚队长，我呀叫小山东。哎呀，见到你们可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就你们两个，没有其他人了吧？啊，对，就我们两个人。这个地方安全吧？安全，绝对安全。你们两个先坐，
我去安排一下酒菜啊。好，您请啊，走吧。好。队长，楼下有鬼子，冲出去。嗯，走。队长，别管我，快走！我不走，要死在黑天。胡说，我还不想死呢。这个关厅长是个叛徒。还有，利洛丹的特遣队马上就进城了，你一定要设法联系上他们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快走，还磨蹭什么？队长，外面全是鬼子，快上楼，快！是。关厅长呢？关厅长在上面呢。关厅长，有人找。这是哪位太君呢？这是司令部的亚奇大佐。大佐阁下。你就是关厅长。在下就是。没想到大佐您是位小姐。少啰嗦。八路军武工队的鱼缸队长呢？啊，已经送到冈村将军那儿了。哦，好啊，你立了一大功。他找你接头有什么事？是我找他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我接到上司指示，要求他与国军的利洛丹特遣队联系。你为八五军工作？是，
给你发指示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们从未见过面。那你怎么收到的指示？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情报传递点。干得不错，谢太君夸奖。好好干啊，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嗨嗨，将军，他的伤怎么样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没问题。于刚队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刚村，你这个败军之将。将军，昨天晚上冈村抓了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，向你报告了吗？没有。哎，这个冈村呐，仗着他兄长的势力，哼，他能把我放在眼里吗？哼，这个败军之将应该受到军法处置。哼，还硬塞到我的部队里，干起了宪兵。我已经向总参谋部做了报告，
他们让我告诉你要顾全大局。我也有点不明白，这个岗村为什么非要赖在南平城，在你的手下？他完全可以回国或者到别的地方。哼，他呀惦记着我这个战区司令。是吗？将军您战功卓著，德高望重，你的位置他能撼动吗？这不可能。当然了，有雅琪少佐的支持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不过最近战区的局势不稳，我的心呐有点乱。不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、国军的特遣队、林星的小骚扰，能成什么大事？不不不不不不，什么武工队、特遣队，我倒不担心。我担心的是，有人要利用这些机会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将军的意思是？我已做了决定，调整一下岗村的职位。告诉岗村了吗？报告司令，岗村将军到。嗯，行，等一下检查。哎，长官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停。那走。什么都没有。走，回来。啊，走吧。什么地方话？走亲戚。走亲戚。这是什么？烧鸡，咪西咪西的，好吃，好吃。送给太君了。啊，得西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烧饼，特别的好吃，都送给太君。送给我们。太君，我们进去的。进去进去，走走走。走吧。来，走，等一下，过来，走，来。等一下，过来，走吧。方总顾问，
女子特遣队，他们要和八路军的武工队联系，要搅乱我们的部署，阻止我们西进。冈村，这支特遣队是你的老对手，你的意见呢？为了顾全大局，我说几句。这支特遣队负有特殊的使命，他们不仅要和八路军武工队联系，还要和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高级间谍联系。如果这三方勾结起来，南平城就危险了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来对付。司令，我可以就任自治军的顾问，我也可以丢掉宪兵团长的职位，但我要挑选我的人马，组建一支新的铁骑队。如果解决不了特遣队和武工队，你拿我试问。冈村将军，真无戏言呐。我对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说话当然算数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。说。司令部不能干涉过问我的行动，包括你们二位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联络员，你的意思呢？可以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告辞。联络员，你觉得冈村这样行吗？冈村对大日本帝国非常忠诚，他有这样的能力。将军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关厅长一个中国人来做自治军的司令？哼，山内少佐，你不懂中国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叫以华制华，用中国人对付中国人，让他们自相残杀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中国人啊，善于窝里斗，
别看他们对付外国人不行，但是对付起自己人可都是内行，懂了吗？不太懂，我听您的。你现在是新组建的挺进队的副队长，兼任自治军的副司令，你要靠在关向会的身边，时刻监视他的行为，随时向我报告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嘿，队长，我们现在干什么？睡觉，全部都给我睡觉。队长，我们总算回到南平城了，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的回来呢？队长，我们怎么能找到武工队啊？放心，他们会来找我们的。
怎么了？胡说！我还不想死呢！记住，这个关厅长是个叛徒。还有，林罗丹的特遣队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你一定要设法联系上他们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啊，终于露面了。将军，特遣队太猖狂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公开向我们宣战。据我和他们打这么多交道的经验，这不是他们的风格。进入我们的控制区后，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袭击池河联队，抢劫军车，然后进入南平城，又是公然的袭击。这一切好像都是故意的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哼，几个小毛贼小打小闹的，成不了大事。哦，一定有他们的目的。对了，你的那方的上司给你的指令不是让你转告武工队联系特遣队吗？是啊。这就对了，特遣队是以这种方式向武工队发信号。尽管这样做非常危险，他们把自己暴露给我们，